多一个动作不再被广告纠缠，快来试试 Firefox Focus 的广告封锁与隐私浏览功能。您可以在行动装置上开启 Firefox Focus， 依下面的方式将它设定为预设浏览器。这样在开启网址连接时会直接开启 Firefox Focus。以下面的这则新闻为例，开启后就会看到这些广告内容。可以在开启网页内容后，在多个动作，选按右上角的选单，选按在 Firefox Focus 中开启，就可以让 Firefox Focus 为您提供封锁网站的追踪器和广告的服务了。